快，因为再去到今嘛，你的手拢唔捌停过。你个折纸莲花还够元宝，饭也无啥食，你休休困起啦。这是我身为有爹的红婿，唯一会当替伊做的最后一件代志。所以不管是紫莲花还是元宝，都要用较济，予伊伫迄边的业障会当较少的，免食受济苦。啊，不过你袂当，你无吃无啉。你着予伊去啦，安尼伊心内会较好过。好啦，李嫂袂阁勉强你。你若是想要凉飘，唔免来遮，直接去灵堂就用的。我应该蝴蝶欠你的那套翡翠首饰买回来。蝴蝶已经走，这套翡翠首饰买行还是不爱行，已经不重要，你得去了。不过这对我来讲真重要，因为只有安尼，蝴蝶才能得到自由，敢是？这是蝴蝶最后的愿望，希望你能收到回去。既然这是你的愿望，我知道我现在提出这个要求有影足超过，也不过我是希望你能成全我。中尊，哪会在这时阵对少爷提出这个要求呢？陈东俊，你真正想超过啊！蝴蝶才拄过新娘，少爷晚娘艰苦你嘛知影，你竟然好意思在这个时阵提出要求，还要签你离婚？拄则我嘛已经讲啊，我知影足超过，啊，不过这是我即马唯一的请求啊，所以少爷，可当拜托你，你可当直接顶面签名。你靠站站的，之前少怀无扣分，让你去跟蝴蝶休息，伊阁甲你安慰呢。你竟然好意思来到家己的空嘴满言，你敢还阁是人？对哦，我唔是人，就是我无教好，无好好保护蝴蝶，唔才误到最后，害蝴蝶无命。遐唔过，我是真心爱蝴蝶，蝴蝶嘛同款啊。甚至我拢愿意为着阮的囡仔，重新做人啊。啊！不过还是有人唔肯帮阮煞。蝴蝶在生的时阵，我袂付出。啊！不过至少变做我娶伊的香火啊！少怀，我求你好不好？你赶紧签名，甲蝴蝶离婚，成全阮最后的愿望，好不好？陈东俊，你对蝴蝶的心意，我拢有感受到，嘛替恁感觉足遗憾的。啊，不过我敢会当拜托你，少体谅一下少怀即卖心情。我知影我安尼做对少怀真正足超过，也毋过蝴蝶巴肚内底有我的囡仔，我至少嘛爱给因母仔一个名分。安尼，因伫另外一个世界嘛袂让人看袂起啊，对无？少怀，拜托你啦！我求你好不好？啊，我求你啦！少怀，是嘞，是我无甲东俊教好，害你受苦啊！阿姨，真正甲伊赔罪。
啊，不过，干嘛要请你代念？当真伊是真有诚心，要娶蝴蝶香花。你成全伊好。哎呦，丽萍，你赶紧起来啦！你别安尼啦。阿哥啊，你别安尼啦，你起来啦，有啥物要起来，豆豆我参详啊，来啦。来，仙姑阿姨，先起来。为着蝴蝶，为着宝宝，我爱千里。多谢你，少华，多谢你。蝴蝶，等我请完你，你就是陈太太啊。安尼，你的宝宝就无名无姓。袂伫遐，予人欺负啊！我嘛会想搁较济莲花元宝，予你甲宝宝伫遐无烦恼。怎体会人生繁华？是转眼云烟。你少年就在阮身边，我的手会牵你头前。有时拄着感情雨袂停，你总是。蝴蝶，你有看到无？少华应该离婚协议书签好啊，也搁有我某个结婚证书找来啊，咱总算能结婚啊。虽然讲咱即摆已经阴阳两隔啊，啊不过我也是要甲你娶入门。阮爸妈拢已经答应啊、哦。所以，从今以后啊，你都安心做爱太太，再用。啊，今仔日我就是专工来娶你的啦。我穿个这样尔正式，而且哦，打扮过，安那有漂漂无？啊？是不是跟你很适配啊？欸，你沒說話喔？這樣就表示你認同了喔。蝴蝶，我的水母，新婚快樂。你看你囡仔的物件我拢已经准备好啊、哦！诶，有一挂石头米啊，有啊！诶，还都有这鞋啊，牛铃杆啊，诶，还佫有贵叔囡仔要穿的衫裤啦。诶，也毋过我毋知影是查甫啊查某的，所以我就全部拢买啊。凡事是上细号啊。怎生啊你？何必当初？至少冬俊起码是回头啊，起码算是一件好代志啊。是啊，偏偏那一条海胆敢是去这么吹，这啥讲啊？管哪，总比伊不知影悔改。较好的吧。蝴蝶，我今仔日开始，你就是陈东俊的太太，我就是见证人。我相信，你一定是一个好机灵的好王仔。所以，就算你一个人，先带宝宝先过去那边，你嘛一定爱幸福。
知不？光暗暝，慢慢变成惯性。有你的气味，是我上美的安慰。草海，多谢你。蝴蝶讲的无唔对，你确实是一个好人。其实昨暝我有梦到蝴蝶。又甲我讲啦，虽然讲恁两个人的婚姻不是讲足幸福的，啊，不过你确实是对伊足好的，伊嘛是感谢你对伊付出遮尔济。伊嘛有讲，爱我代替伊向你回谢的，因为我甲伊做过对不起你的代志，真正是的。既然你拢安尼讲啊，我当然会原谅你啊。你放心，只要陈东俊改过自新，我嘛一定会原谅伊。咱就讲哦，蝴蝶啦，你像你挂一个呢，我来替伊啊，念一个香哦，表示关心者，有啥唔对？恁讲话啥？杀你凶手哦，敢袂受过超过？是向战伯，到底向战伯内吗？你在自私自利，你会无一个死后头？为着达成家己的目的，害死蝴蝶，我今仔日若是无甲你拍死，我要对起啊！你那不是你哦，蝴蝶就会当幸福过日子啊！你这个老妖怪，我你赔命！你个假的中奖，竟然敢动我干！你还救我？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吧？好，没事吧？好，你把赶快要求去试试啦！我跟你讲啊，你若无进无据哦，安尼甲我拍算，我是会当告人哦。哎，掉去啦！在那边，你好恁恁这个后生安尼欺下同心，你唔惊我甲告到叫你乖哦？要告你做你告啦，有这老气啊？谁叫你家己要管那介绍金来遮底下咧讨袂听？安怎？你就算讲。你安尼假神假道来甲蝴蝶念香，就要暗藏事实，啊？就要甲代志撒到你里面？恁这人足奇怪呢，一直讲我是害死蝴蝶凶手，证据提出来啊！完了，恁莫要问来是？我捌看过一本册，讲迄变态杀人凶手会去挑衅受害者，看到因惊吓、生气的表情来满足伊变态成就感。江道行，这讲的就是你对吧？李子谦，我跟你警告，不能乱吃，我也是袂当乱讲。阿来无，我是会当跟你。你就是专门欺负查某人的变态杀人凶手啦！你这动工的我，你个蝴蝶还是够干的有？那你的恩人，搞来转头的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啊！你过来。我爱你把蝴蝶砍头削碎，给我砍头！我是无辜的，你袂当来对待我。你若是无辜，十大通缉要犯就是天使啊！哪会做天来看啊？那囡仔遐尼无辜，你更加害死，你真是做妖秀的呢！你陈秀波，我怎么走起啊？我是替你兴高啦，替你小业中，你应该感激我这条。
偷笑啊！加在仙妹不是提当主流给你破，啊，无你妖魔鬼怪的关系都现出来了啦！